请收看《维新世界·易经风水面面观》。十方圣知识，咱今日这节继续过来甲讲解《易经风水面面观》。咱人在世间，咱的生命呢，有三种的生命。第一，就是咱肉体、身体的生命，短短几十年。第二呢，咱灵魂的生命。无耻的性命，贪念的性命，比咱人肉体的性命搁较久。往往呢，咱这性命贪念、烦恼、无耻的性命呢，往往死了后呢，嘛照常要存在。过来第三个性命就佛的性命，佛的性命。佛的生命是生生世世无量劫以来，吼、哦，这个生命永远是存在。那么佛的生命就是，咱的智慧大智慧开发以后出来以后呢，咱的生命是永远的。好、哦，所以咱的三条的生命呢，咱人生往往知影这三种的生命呢，知影这种人咱真少。咱肉体的生命短短几十年，较水、较缘投、较歹，也是种种顶的。咱较艰苦，先拖嘛几十年，啊，就是肉体嘛是死了，嘛是爱回归大自然倒转去啊。咱的物质的生命呢，咱的灵魂、咱的心，咱也是伫世间作恶、作毒，啊，充满着。这个叫做白天诽谤种种的坏习惯啊，的行为的事啊，对着黑暗的地界啊，这个生命比伫世间的生命搁较久。只要真济人去看红姨，好、哦、去看这个叫做蒙啊，看蒙出来时啊，是大人阿公阿妈阿祖阿太，搭一地嘞，会出来讲一直艰苦，伫伫地界伫受苦，伫。刀山、吼、哦、花顶、油顶、南烟东窟、风挂翠丝、灯啊多的流，啊，有吃出来的挨挨杂杂。那我这里在生的、在世的，就是作恶、作毒的，哈、啊，做一挂危害社会、危害人伦、危害人世间这的坏习惯。所以一旦死了后咧，伊心会未自在，心会不安咧，哈、啊！所以造成诶，死了后，伊生命几百年以后，照常存在着不安，世间的身体放掉去，啊，无骨头呀，哈、啊，骨头嘛烂去啊，肉和糖吃掉呀，但是一出来咧，往往照着只建议书，那照着灵媒啊、灵媒，哈、啊、来讲起伊在生的不是啊，这是真济诱惑，哈、啊，有当去考证的因。那么过来佛的性命咧，生生世世不生不灭。这么一个人咧，伊做着善事，时时做善事，有智慧，哈、啊。为利益大众，那么呢，伊所伫世间所做咧，那么一旦伊死了后咧，肉体淡掉伊，伊的所有生命化作像太阳无量的光，无量光照遍三千大千世界，伊的光永远是存在，所以伊的这个生命是永远是存在。那么咱一个人做恶做多啊，咱的生命呢，结果伫黑暗的地狱内底呢，变阴的啦。各位是方神知识，无论三种的生命，
大众生命拢嘛好，拢是一个因，拢是因，拢爱回归伫因字内底。一，一者，一经一者为因，一在内，咱讲无量劫、无量劫以前，整个大宇宙拢一个因的开头之时啊，咱人的生命都是这宽、这呢长、这呢久。那比如我若过几年后，我死去了。我这肉体烧掉，也是大土地火土通食掉以后咧，嘛是照常回归大自然，嘛是无去啊，偌好计较。但是啊，我在生所做善甲恶咧，即是我以后的生命的存在。我若是在生，我做善事，尽量做，我往生死了，我心会安，我心安，我对得起我的祖先。是大人、老爸、老母，对得起、对得起整个社会，对得起国家，对得起所有我家庭等等的，我心都无破坏。那么我死了后呢，我会当回归光明的世界，整个我生命含大宇宙虚空融合为一。那么说老来就是个精神而精神存在。若是讲我是一个作恶作多的危害社会啊。我死了后咧，人世间对我的批评，对我的道，对我的斗争，对我的不施，对我啥种种咧，我心在就不安啦。我自己就对自己不安，所以我必定自己找一条黑暗的地界来接受着这个各种的拖磨，各种的恶报。那么我的生命嘛是照常伫这个苦的境界内底咧拖磨。所以啊，咱咧这一定意境无善无恶，无善甲无恶，一定原来生命就是安尼。咱原来生命本来就如如不动，善是应该做，恶诶，咱不应该做。咱的生命是一，一讲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咱今日要讲解一的生命是无限啊，一的生命无限。那么今日咱开始。有这因缘，直接大家讲解一探讨一，那么一的生命是无量数，咱来了解一的生命，一经一的生命是无量数。过去我都算起，现在我都算，未来我都算。那么大家每个人的生命嘛是共款，所以一的生命都是一，一切是阳呀、顺阳、善呐、善者，咱大家做善。咱的生命是永永远远的存在，希望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咱大家共同诶对良心来做，对这个恶诶这个善的方面来做。我相信咱的生命是永远的，咱的社会永远是光明幸福。好无，今日即一个课程，大家一段落，祝福各位合家平安。十方善知识，大家好早啊！咱自播这个节目以来呢，甲呾呢已经有89集的单元咯。这中间所谈是风水，前段呢所讲解伫咱外表的风水，后一段呢。来讲解是咱内在的风水，心甲心，内甲外的风水。咱的风水咧，内的风水必须要依照外的风水引导入来。我为什么一再的强调风水呢？一个人若是伊所住的环境无好势，违背着宇宙的法则的时啊，那么。一个人，伊身体一定袂平安，家内袂平安，事业袂顺时。袂顺时以后咧，咱一个人啊，心就乱，心乱咧，好多事都做。心若乱咧，咱的囡仔失照顾，咱的身体若无好食，咱的囡仔嘛失去照顾，一家乱糟糟啊。那么外在风水对咱的罗根八卦。好，去调整内在风水咧，对日常生活兴功立德
做神术啊去做，这是内在的风水，这是咱佛家所讲的空界、空的世界。过去所讲的呢，色的世界，色不离空，空不离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那么过去所讲的风水啊，外在厝前、厝后、厝后壁、厝内底，我拢已经讲到非常的详细，拢讲过啊，迄就是外在的风水。咱即摆来咧讲解着内在的风水，我希望若是啊，即六七十八集啊，半年讲完以后咧，若是有姻缘啊，我希望你搁再讲解着咱心灵的风水。咱心灵的境界的风水，成佛以后、成道以后的风水，我希望我后这个能力会当讲，啊，希望有这个机会来讲。那么这中间呢，咱所拢讲解呢，要讲解着咱内心的风水，内心的调和。咱日常生活中啊，若是讲。咱时时会当徛在他人的立场来想，做万项代志咧，以他人的立场来想，将心比心，将心比心，我的心比你的心，假使我现在我要骗你，一时啊，是讲我若互你骗，我的心是如何？将心比心，我若要伤害你，要甲你抹黑，假使你反回来甲抹黑，我的心态是如何？这足重要，这即是一个一交换立场为一。相对啊，咱一个人来做善事，甲做歹代志，我做善事以后，社会对我的公认、对我的赞叹、鼓励，我一定充满着欢喜心，努力过来做善事。若是我若做歹代志，社会上整个人啊，是大人等等对我的责备啊，我心理上会不安，我心理上亏欠了。那么我一定死了后，也是当下中间，我心是非常的艰苦。这嘛是一交换立场啊。可惜咱现在社会的人，真少交换立场来想。拢是为自己的利益来打拼，自己的利益来伤害他人，这真多，真多信徒来，老师啊，我如何会当安怎安怎？我讲首先交换立场，将心比心，良心比良心，歹心比歹心，你去比较看觅来时，你就体会到你人生是安怎。那么信徒来，点点。老师，嘿啦，目前我困难都无安尼就袂过。我你阁继续阁做恶业，无了期，恶业继续做无了期呀，各位。所以啊，一者伊个利益啊，一经个利益是不可思议啊，各位啊。那么咱今日呢所谈呢，一。咱毋是完全伫空虚妄想诶谈言，咱完全用伫日常生活，咱爱去做，爱去行，爱去布施。我做一件好代志以后，我诶心灵偌快活呢？我做一件好代志，我足欢喜诶呢？恁以种心来做，若是我做一件代志好代志以后足无欢喜诶时啊，你即个是一定有偏见，咱诶心无开慧。咱的自心无开，所以啊，咱佛教咱讲行功立德三足善。那么做善的立场建立是大众，我做这件代志咧，咱卖危害社会，咱做这件代志，互社会人利益。所以我弘扬一经风水啊，这法啊，就是保护自己，不伤害他人，然后帮助他人。安保护自己咧，保护自己莫做恶业，保护我家庭、我的徛家环境莫唔对，互我造成家内足袂平安，然后去影响着别人，去赌着别人的钱，骗着别人的钱，
啊，闻到别人的性命，闻到别人的财产，闻到别人的辛苦，伤害到他人，是保护自己，这就是保护自己。对，行善开始就是保护自己，不伤害他人，然后帮助他人呐、啊。说那么帮助他人，咱依照圣贤菩萨所开示的，好，咱的妙法，咱依照安尼去做。我相信咱的社会会相同，咱的人生一定充满着希望。好，那么咱的家庭充满着幸福，若是违背这原则的，我相信咱的踏入黑暗的地界，逐天过着痛苦不安的人生。所以圣贤呐，菩萨呐、啊。王禅多多贵国神师啊，叫咱日行一善啊。好，咱来每一工做一项善，一年就360种的善，360件的善啊。咱啊，一工一工直直做善事啊。那么咱就我都行着菩萨的路啊，行着菩萨的路，这是修行之道啊。只有这条以后，咱叫做修行。那为表做善事嘞？会当成神是无可能。咱今日即课程到遮就段落，祝福各位合家平安，事业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啊，咱常常听着人吼，讲啊，我都歹想要成佛啦。我就免做到遮艰苦啦，我就免食菜啦，我就免念经啦，免念佛啦，免甲人打坐啦。我相信各位拢有听着，凡是你甲我共款，嘛有安尼想法，因为过去我有安尼想过。人讲啊，某个人啊念佛啊，我无要成佛啊，太太啊念佛啦，好修行啊，我都歹成佛，错无去啊。做无去啊！三位成分，咱人伫世间会不安，咱人世间惊明仔安怎，惊后日安怎，惊死了后安怎？所以咱人充满着不安的一种状况之下咧，怎么办？每一工所过的日啊，每一工所行的日啊，相信各位拢有种经验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我常常甲提醒我遮徒弟信徒，我讲好好念佛啦，时间无济啊。老师啊，我要死下来念啦，我袂赴啊哦。啊，毋着剩无偌久要死啊，我毋是。咱人一个偷懒的习惯啦，贫惰习惯啦，养成一个习惯啦，等下死了后开灯去啊，或者两个带去啊，要来念佛袂赴啊，毋知家己啥人。世上的念佛，啥都佛，佛都是有智慧的人，叫做佛。咱爱成为有智慧的人，叫做佛。咱说爱成佛，咱大家爱成为佛，爱成为有智慧的人，莫成为愚痴的人，成为这个颠颠倒倒社会，安尼大家敢那气敢那恨的人，安咱人生无价值，咱一生投胎落来这身体。就这身体来世间，过来做了乱七八糟的代志啊，咱无记得。咱这爱有每一天生活困的搞落去啊，起来欢欢喜喜的人生，这是咱的人生。所以咱爱幸福，成为有智慧的人。那么幸福是要怎啊？心安。好，死了对对去，心安，咱化为光明。好，所以咱幸福啊。每个人的课题、生活的条件，咱后节呢，咱会来甲各位讲解，就是释迦牟尼佛甲咱开的一条八条路、八正道的路。无论人、菩萨、金刚界、阿罗汉、罗汉界、神等等的，拢希望要成为佛，拢成为一个跨面的大智慧。但是咱人众生毋知影佛的伟大，毋知影佛的重要性，所以逐个拢伫颠颠倒倒、如此的生活，我感觉真正可惜，真正可惜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所开示的佛啊，成佛的
路咧，北京都八条路。第一，正确正确的见解；第二咧，正确的思维；第三咧，正确的讲话；第四咧，正确的做工课；第五咧，正确的了解家己；第六咧，正确的知足；第七咧，正确的孝道；第八咧，正确的善。定，这是生活的路。那么今日呢，咱讲解风水是安怎要讲解北京，都要讲解生活呢？我希望大家研究风水，风水呢，中间即是佛法。佛法呢，我讲我佛法无风水，唔是安尼讲，名词不同。那么佛法呢，讲解的心安；佛法呢，讲解的世间做到无化解。那么咱人既然有身体，咱的地球上呢，必须要接受着这个地球上这个气的调和，人甲人间中间的调和。所以讲是咱人啊，平常时会当时时做善事，时时咧依照佛啊，甲咱开八条路去做的事啊，我相信咱嘛会当幸福。只有这条路俩，无别条路。真侪信徒咧，我叫念佛，那说我无用了。无你当时才用，听我已经囝大汉的啦，吼，你囝大汉来啊，我啊，我念佛的老师啊，囝吼，要娶新妇嘞，要娶某嘞，吼，某娶了，过来嘞，我孙仔还袂生，孙仔嘞，孙仔大汉嘞，跳架观察，跟到门口来啊，系啊，唔得，这人来做嘞，相信各位啊，咱若有这现象，咱会不安，咱若好好想起来，咱会不安。圣贤所留落来，和高德所留落来的妙法，在在的拢是真真正正开悟者因的大智慧。咱呐应该依照圣贤所留落来的大智慧，用在家庭中。那么有个人啊，讲家庭呢，未使念佛，错过去啊，念就是怀念我有智慧的人，或者念佛。怀念我都是有智慧的人，怀念我过去生生生世世，要不然世间以前我都是有智慧的，是怀念。学佛，我爱学习有智慧的人做代志，好多学佛。学习有这个善知识，学习这真真好做善事的人，大公无私的人，这是学佛。学道，学你行正道。学习这菩萨，学习这有智慧人，因所行正路，或者学道。那么这三个课程，我咱每个人应该有诶嘛。所以各位啊，时时念佛、念圣、怀念圣人、怀念原来过去生生生世世是圣贤诶事啊，也是怀念自己啊，拄到真经、拄到圣贤、顶拄到神因诶慈悲诶妙法。所以咱爱时时爱念佛，希望各位大家拢会当成佛，成为有智慧的人。若是世间咱人拢无人想要成佛，社会一定充满着斗争。若是咱人伫世间啊，唔知影好学佛，唔知影好念有智慧的人的妙法啦，了念佛的妙法啦，咱社会充满着斗争。若是咱人诶理念一直时时，大家想要成为有智慧诶人，这个理念会一直啊，我相信咱诶社会一定早会到天下太平，嘛是王祥对几国先师啊，诶心啊，大慈大悲大愿，也是本人诶心愿呐。今日咱课程大家一段落。祝福各位合家平安，事业顺遂，大家拢会当幸福。